2016巴黎秋冬高定时装周已经开始，林心如也现身巴黎亮相红毯。7月6号，微博曝光了林心如走红毯前和网友互动的直播画面。视频中，林心如一头时尚卷发，画着精致的妆容，全程笑容甜美，幸福洋溢脸上。互动中，网友最关心的当然是关于和霍建华的问题。对于网友的祝福，林心如也表示感谢，并称我会幸福的。也有网友失落的称我的老公变成你的了，而林心如也调侃道，然后啊，你老公变成我的，那就是你前夫了。非常的逗趣，他更是机智的回答关于网友一直纠缠的感情方面的问题，称你们一直问另外一个人干嘛，他不在。巧妙避开，林心如更在视频中抱怨，这巴黎回去就要进组拍戏了，所以没有休息的时间，都不能去逛街，每天都排得很满。展现小女生可爱的一面。视频曝光后，网友除了祝福还是祝福，称全世界最好的林心如要幸福。